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日公布，新增加90,331例本土个案，136例是强症，55例是重症，59例死亡。另外，今晚落来个又是17例。一部的死亡人数竟增加，只要根据资料来看，无足够预防三人的死亡率是主三万人的六批，主的三万预防三做得共达83%的死亡率。指挥中心呼吁，听说会主新冠疫苗共达重症死亡率。近半年新增加55例重症，其中有一只死色的身影的入院过后发现有脑炎。指挥中心再个强调，儿童系有头脑不清楚、透气困难，整体冷冷，同时间出冷汗，也着流涕冲痛，一个个个送到医院。指挥中心表示，已经确诊接触家庭感染，比如三张院系有接触到确诊者，不是再个强烈。另外是确诊的个案，系讲出现COVID-19相关的征兆，建议要做快筛，也是PCR 采样，系讲阴性，就不是再个强烈。昨半日总拥有的3,606个世界纪录的创下拥有的新高，其中 Paxlovid 发的3,091分，莫纳皮拉比有515分，安算下礼拜未来50,000分的莫纳皮拉比，近半日嘛有1.5万分多货。